登哥和爸爸昨天晚上就回来了，然后爸爸又想回老家看房子了，今天叫他过来把午饭吃了再回去。我给他买了最喜欢吃的鸡脚，还有他喜欢吃的凉皮。我不记得。登哥说他们现在不喜欢吃辣子了哈，我就炖一个清淡一点的排骨汤。我在抖音面看你那种的手叫做春花的手。滚。那个红色口袋的是谁子啊？拿起来给姐姐。哦。这两个蛇子。煮一根够不够嘛？够了，多大神气了。哎，蛮香的。哎，回来就是好哈，你看全都是买的我喜欢吃的，巴适。你回来有点兴奋呀。因为排骨炒一下要香酒，一个蛇子两个香肠。来，登哥赏给你一个骨头。谢谢。很好吃哈。再去扣红子。王爷，好热情，王爷，快进来了，鞋子到了，红烧肉，马上去干。你变成暖了啦！嘿，好久不见哈！暖了，暖了。嗯，谢谢。妈，好久不见，看你好憔悴哦。快点吃，爸爸拿一鸡脚脚。他弄的，他弄的，拿的。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我们问了点，打盘子嘛，打灯一千块钱。好，两个大灯，个灯小灯。脏了又不好打的。有巧慧。嗯。今天把我们热气的，我跟爸爸今天晒得更黑，比以前。今天把你们也辛苦了，把你那哈也点累到了吧？他不是身体的话，还不打回来了。今天为整房子，他个人挣钱。这次爸爸回来了，身体就好像给他检查一下。今年的确在外面打工的人哈，很辛苦，而且太阳比较大，但是钱也很重要，身体也比较重要。所以我愿天下所有人哈，身体健康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拜拜。